宝贝一直睡，宝贝一直睡，宝贝一直睡，一直睡还流口水，宝贝一直睡还是一直睡，宝贝宝贝宝贝，宝贝一直睡，宝贝一直睡，宝贝一直睡，一直睡还流口水，讯息都没回，电话也不接，宝贝宝贝宝贝。我说我的宝贝，现在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能够一直赖在床上呢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快要晒干了，你看天气那么好，是不是该出去走走？早餐我已经买好，只是又放到凉掉，你好歹也给个面子，起床把它吃掉。好了，棉被我帮你盖好。可见美国各界对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察膝盖压紧